一二三四，这甲也是很多种写法啊，撇短，捺长。图有两个捺，所以我还建议这个写成点比较好看啊，不要写成双那个捺，右边的时候。那这边就倾斜状的。因为这边有撇啊，所以这个三个点可以靠近一点，因为这里有个撇。那不管你勾不勾，总是一个撇。那横画都是斜的啦，主要是有右斜勾的关系，主要是右斜勾，所以字都斜斜的。这边偏旁要写小一点，这边有个撇，剑。这里其实还是有，这里有故意写长啊。你说写长干嘛？想把这个点点在这外面，因为它不够短，就会卡到这一个笔画。图它没有写，但是在很多字里面有出现，就是这样。加点。就是撇捺优美的组合，剩下都收敛了，写在里面。剩下只要注意什么？间隔距离，努力的维持它的间隔距离，不要被破坏掉，你就成功了。蒙蒙，五月日月，随便你。重点是好看就好了，你都对，都对，就是你看你怎么写好看，写不好看，自己写对了也是没用，也是很丑。反正和的壳一定是降很低啊，降低，啊，降低，靠中间中宫。对，靠前面拉长，尊，笔画多，瘦瘦的写法。这里其实不用伸出去啊，标准画是不伸出去，但圆铁它有伸出去啊，所以你也可以伸出去。就是那个倾斜状的，倾斜状还发抖，这里不太长，约法三章，降低，降低，降低。写的比较靠近，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重。韩有很多横画，对齐。好，这边有很多横画，又是横画，这可以拉到最长啊。
是分开写，这里马上折进来的啊。撇短点短，啊，因为他要做这一个动作。拉肩，这拉肩是因为上面那个函不拉肩，这里就拉肩一下。完。不连，挺进，连拉长，行，偏旁都是往上斜的，啊，那个婀娜多姿。他要写过去，这里是可以直接折下来。不过他在那边写的时候是分段，所以你也是可以分段。正常是直接折过来就好了。这个字也是难写啊，难写就是多练习。这边的月不用写太长，下面还有个鱼啊。好，那这边它的竖照说应该伸长，可是你可以发现它写的很短。很短是因为等一下还有鱼，它非写短不可，不然大家都挤不进去啊，会碰到哎，这里有个鱼，所以它事先都要算好，不然写下去上面如果写太长，下面的鱼就完了。哦，这边可以伸长，这边可以缩短，这边页。用下脚拉长，好，木好，注意它的弧度线啊，然后这边撇一定是短的，那是长的，铺开的，啊，有时候可以尖，有时候可以钝啊，不一定。用先直一点再撇，这里就要做出它婀娜多姿的样子。好，有晕，花俏一下。以前的锥是一个宝盖头，里面再写一个曲。曲有很多写法哦。经他写过，谜呀，这个左边写的很重，写的很长，逆上去，下面稍微有点缩缩的呢，轻轻的撇。往上抬，往上抬，伸长，就比较伸长。好，那左边跟右边，右边最长最低，